儿童节学校不放假，强迫我上网课违法吗？好家伙，清明五一你不放假就算了，儿童节你还不放啊？儿童节还让我上网课？依据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第三条，6月1日儿童节，不满14周岁的儿童可以放假一天啊！我可以放假一天。我记得我小时候了，从来都没有放过，还让我表演节目，那这个违法吗？从字面上来看，其实是违法的。本来可以休息一天，想玩啥玩啥，结果你让我上网课，甚至有可能还考试。那你这也是放假？这是不是变相的加班吗 ？Oh God, please no！ 那怎么办呢？哎，可以向教育局直接投诉，把法条念给他。当然，在朋友圈冒充儿童的是不能放假。你要是自己给自己放假，那老板估计要跟你一直放假了。哎，还记得小时候六一大家都在干嘛呢？点赞了吗？关注了吗？火。